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脱线歌，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。兄弟啊，兄弟啊，想你了，想你了，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？还好吗？最近的兄弟想你了，火了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先后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，每个版本都那么的与众不同，众多网友也参与了进来，是这首洗脑神曲霸屏网络。想你了，分对爱，你在那旮旯还好吗？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，问问这边咋样啦？分对爱，兄弟啊，分对爱，放心吧，过上花过宽过快活。而萧公子二人也蛮闲着，是到处串门，拉拢明星合拍神曲。这不，就连胡海泉、陈赫、李晨、大网红都没放过，是越唱越起劲，越跳越魔性，不愧是神曲。问问这边咋样啦？兄弟啊，兄弟啊，兄弟啊，放心吧，过上花过宽过快活。兄弟啊，想你啦，梦卡增加在西牛啊，卡爱直叠直叠加流落套卡，卡爱加啦直挂口卡。明道兄弟带领张晴、李小璐也秀了一段，看起来很开心啊。想你了，分对爱，你在那旮旯还好吗？而前段时间火爆网络的三水组合也没忍住秀了一段改编版你莫走，听起来太魔性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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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没有办法呀，我也不愿意，可是我们还在学习呀，孩子啊，为难啦，没有办法。您觉得这首歌魔性吗？欢迎到评论区留言交流，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转发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